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2022年2月21号，哇，金回，哇咩事啊，真系呢、这个便便教授袁国勇啊，共产教授金回啊，又有新发现啦，好研究唔研究，哎呀，都唔知系咪俾佢，即系仲好讲、啊，哇呢、这个咁样嘅人啊，嗰、那个人嘅嗰个样啊，嗰、那个人样就系、是、因为呢个人啊，哎呀，几多 hamster 活泼可爱嘅 hamster。啊、就俾佢亲手地啊，毫无怜悯地活生生咁样啊，投进呢个火湖，满手红色液体啊嘅呢个共产教授袁国勇，今回又有乜嘢新发表呢？哇！即系真系毫无怜悯之心噶噃，无怪乎啊！喂，你信唔信啊？嗱，即系如果下任啊，佢嗰个 political agenda 啊，系想喺香港搵活摘五星嘅话，卢宠物都未必有机会啊。反而便便教授袁国勇家下有潜质喎，啊，就唔知会唔会系下一任啊？吓、啊，唔出奇噶，下一任有啲人话系鸡真啊嘛。如果系鸡真嘅时候，你话哇，直情系731进驻香港啊！同你讲。即系你知唔知点解啊？成班卫生官员今次咁落力啊，成个医护团体啊咁协作啊，再加埋可能系嗰啲唔知咩化学博士啊，啊又唔知咩医生走出嚟系咁喺度推啊，直至到啊一定要将嗰个率谷到去 85% 以上 ，which 佢哋成功咗啦吓。咁冇计嘅啊，喺咁、啊、配合呢个性集嘅 atrocity 底下啊，佢哋系帮手嚟噶嘛，所以一直人哋都善待佢哋嘅，唔系点会可以俾佢开口罩厂嘅咪玩啦？咁结果有机会噶噃啊，下一任可能系成群人，政务司司长袁国勇、财政司司长许仕昌啊，问你怕未？早班啊，系咪啊？到时咪每日搵个苏哈出嚟开膛破腹做下实验咯，很难说。嗱，今回啊，便便教授袁国勇有啲咩新搞作呢？即系啲人调翻转，因为之前嗱、啊、就真系嘅，我都冇相信到，但系总会有啲唔好嘅。我谂就系讲紧你去撑科技伏技嘅时候咧，你嗰个 reproduction 方面啊，亦即系生育能力各样嘅啊，佢哋就话可能有啲嘢又胀大咗，有啲嘢又可能缩。短咗诸如此类嗰堆嘢，咁今回啊抄桥 啊就用喂，其实所有嘅嘢都要揾翻个源头，大家知唔知啊？啊，嗰、那个源头就系咧，我哋成日讲嗰啲野味啊嘛。咁点解啊？中国人啊，嗰啲人话啊咁中意食嗰啲野外嘅嗰啲嘢咧？啊，因为嗱。啊例如渔猎署咁样啦，之前呢啊都喺度讲嗰啲咩 pe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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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噶嘛，点解系 pe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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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就唔知系咪拎咗去做乳猪拼盘啊？你方嗰班友唔系啊，顺便开埋餐。咁今回佢讲到头嗰句啊，就知佢尾嗰句啦。咁啊，话说啊，佢就呢度《东方日报》都有喺度帮佢报道啊，吓呢啲叫乜嘢啊？又唔系小马大帮忙啊，即系明就好似系 criticize 佢咁啊，但系实质咧系帮佢去广传嗱。呢度广大研究啊，即系便便教授袁国勇啦、啊，呢只嘢就唔知去揾边只，因为你知啦，共产教授袁国勇系连元初嗰只都有噶嘛。就话说呢只嘢啊，可以影响男性啊嘅嗰、那个，定系男性、啊，佢唔研究女性、啊，即系。对嗰啲仓鼠啊嘅 males 咁情有独钟啊，因为呢方面可能系男士注重啲啦，我唔知喎、啊，咁就会影响男士嘅生育能力咁话喎啊。共产教授袁国勇，唉，都系嗰句啦，后面大家都知啦。嗱，你撑科技伏技就可以预防啊，后面嗰句大家都知噶 ，hidden agenda 系咪先？嗱、啊，咁我谂起呢个许冠文其中有个 show 啊，曾经讲过一样嘢又啱噶噃，佢就话啦，啊，即系点解有啲可能系老虎啊或者系豹啊各样，跟住成日啊就俾人即系搞到濒临绝种 extinction 呢，原因就系因为啊啲人话可以壮阳。啊、有呢个咁样嘅功效啊，所以佢咪开玩笑咁讲，哇！
如果即係你想捉嗰啲咩蝦妹內衣嗰樣好簡單嘅啫，啊你話嗰隻嘢啊係有嗰方面嘅神奇功效，唔知啦，可能佢又由其他嘅 KOL 之間好鍾意講呢方面話題嗰啲啊就得到啟發啊，又或者由嗰啲流言蜚語之間又得到啟發，於是乎便便教授袁國勇金梅就親自同你講啦，係会影响啊！除咗之前物竞天择之外，今回啊仲喺度咁样讲喎，哇！真系，唉，啲仓鼠多得佢唔少啊吓！嗱、啊，我哋仔细睇新闻内容，共产教授袁国勇啊带领嘅仓鼠研究，诶、哎，即系黑色嘅太阳啦，仲有咩讲系咪？可能做咗731个研究啊，呢、这个佢净系话呢只嘢啫，上呼吸道啊都唔会有事啦。而家呢只黄咪公啊，你话啦会唔会有咩事？所以佢用嗰隻係乜嘢呢？佢冇讲喎。啊係咪原创嗰隻啊，甚至乎係最原初最原初啊，由呢个武汉嗰度佢亲手啊攞住啲液态氮咁样有嗰支 test tip 跟住拎出嚟嗰隻。喂咁啊真係嗰啲叫咩啊，蛇都屎啊。Anyway, 佢就淨係咁讲啫，嗰隻嘢啊就会令到男士嗰个机能就退化下降。而科技伏技就可以预防呢啲啦，就喺嗰个医学期刊嗰度发表咗。所以有啲报道呢就曾经讲过，诶、哎、有啲患者啊佢哋胆痛啊即係出现陈奕迅嘅症状。啊 ,sorry, 还佢一个清白，原来有讲嘅。和咪公同 Delta, 佢都话系会嘅，信不信由你啊吓。但系啊 ,Fruit 嘅途径就好唔同。唉唔使讲啦，今回何止 85% 啊 ,95% 都似啊，同你讲啊啲人咁厉害系咪啊，啊出到呢招。所以咪话囉，连便便水都会走去验嘅啊，有乜嘢做唔出先得嘅。咁呢方面唔知喎啊，要啲人康复完啦各样啦。跟住喺度同你讲啊，万一完全冇问题嘅，咁於是乎啲人唔通攞出嚟同你讲咩？唔会㗎嘛。反而有问题嗰啲啊就可能会嗌大隻字喺度讲喎。咁但係呢一样嘢，第一你包括啲乜嘢年龄层呢？第二佢讲緊嘅係仓鼠。第三，以和咪公咁高啊嘅嗰个传播力嚟讲嘅，如果有呢啲问题，一早就已经卖通街啦。你知唔知乜嘢人卖通街啊？反而唔系科技伏技嗰啲啊，而系调翻转卖嗰啲苦边酒各样嗰啲，就真系卖通街啦。哇，都好多招数出喎啊！首先吓惊你先啦，系咪啊？各大嘅 KOL 一直咁样不停为你播放，嗱、啊，每日几多单几多单几多单。好啦，再加埋便便教授员。袁国勇跳埋出嚟，嗱你睇下仓鼠都咁喎、啊，诶、欸、再加埋俾一个又一个嘅画面你睇，嗱见唔见到放晒喺停车场嗰度？哇，所有呢啲嘢都系剧本需要啊，西非利喎、啊，仲惊唔惊？高度配合，所以咪话咯，消亡意识啊，果然系保驾有功，保龙一族。咁同埋最特别嘅一样嘢就系咧，佢对照嘅嗰个组别啊。就只不过系同你讲，如果啊，因为你啲人成日话系感冒啊嘛，佢又搵只感冒嚟同你睇啊，感冒冇呢啲嘢喎啊，想证明呢个和咪公啊系劲过感冒好多嘅。嗱、啊，我咁同大家讲啦，如果啊你系有腮腺炎嘅时候咧啊，你都系要好小心，因为当你嗰个 inflammation 咧系感染埋你嘅生殖系统，都系会有影响嘅、哦。咁啊，视乎你嗰个 inflammation 啊，亦即系发炎嘅指数高唔高？嗱，呢个第一点。第二点就系、是，即系佢做嘅呢个实验咧，佢系冇讲有几 serious 嘅，而且啊，亦未喺人嘅身体入边去验证过。我都系嗰句，和咪公面世咗咁耐，如果真系有咁样嘅问题啊，就一早已经广传天下啦。几时轮到佢便便教授袁国勇啊？就只不过哇，啲人开始怀疑咧，佢嗰个脑壳子啊，到底系咪已经？不过我觉得唔系啊，佢不嬲都系咁啊。点解你会觉得佢系即系已经回魂夜嗰啲？要搵嘢刺激下佢先可以好翻，系咪啊？自己发明啲天然飞行器啊，捉蜻蜓啊，第一代啊，接顶子母就话自己系捉蜻蜓，而急不及待咁发表呢个结论，做嘅啊就系喺嗰啲仓鼠啊可爱嘅 hamster 嗰度，就搵啲数据出嚟去 support 啊佢自己嗱。点解我话其中一样嘢非常之有问题呢？好简单，佢嘅对照组啊系用呢个甲型流感，咁点解啊？佢个结论呢话撑科技伏技有用啊嘛，佢唔摆一批出嚟啊系整个呢个科技伏技嘅咧？嗱、啊、呢、这个好问题喎、啊。
真正嘅对照实验啊，你系要做埋呢个先得噶嘛？条友冇做啊！识科学嘅人都知咩料啦，同埋啊，即系如果佢想做数据，好容易啫，大家都知啊。啊，如果你读过化学，你知啊，东六各样嘅时候，你写咗个结论先噶嘛，之后啲数据慢慢 plug 入去咯。点会人哋专家嚟嘅，专家会走去讲埋啲咁嘅嘢？哇，你唔好出街啦你啊！嗰啲嘢劲噶，又垂直传播，又打环传播，又打斜传播，360度传播，你唔好呼吸咯。哎，系啊，即系跳下跳下咁样嘅，啊食咗含笑半步钉啊！你真系仲唔系啊？诶，所以都话咧，呢个世界，唉，唔好呼吸啱噶啦，出边周围咁多个 zombie， 哇，不得了啊！呢、这个人，唉。佢喺边本医学期刊嗰度发表啲咁样嘅嘢啊？我唔知边个俾佢上啲咁样嘅嘢。不过是但啦，佢中意嘅啫。嗰啲医学期刊系咪？其实四个字，诚信破产。唉，即系点解啊？之前啊，你见唔见到佢一早都讲啊？呢啲系唔需要咁样去煞有介事咁做嘅。而家乜嘢款？哇！搞到几多人又失业又剩，不过系咁噶啦，即系随住你唔知噶噃啊！有啲人就话贪和就好快玩完到鸡胗，话、啊、如果鸡骨啃筋，如果鸡胗做嘅时候啊，哇！成班医疗党上咗去都似，可能就系后朝生位啊！就系、是、咁样，所以要有表现，就系、是、咁样样。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